好，回到明目张胆，我们继续跟唐将军一起来回顾那段艰苦的日子。唐将军，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一段我们讲了，因为当时抗战开始之后，中国处于这非常艰苦的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大片的领土丢失，那么您个人也经历过从北平撤到上海，上海再撤到四川这个过程。那么当时啊，我看过一些材料啊，当时的中国军队啊，可以说是装备非常落后，非常缺乏，一个士兵往往可能只有几发子弹，那么这个炮啊是装备到这个师一级，那么而日军呢，一般是一个大队就可以装备有很多这个轻重机枪，还有这个大炮。那么当时你从学校出来从军之后，你看到美军对这个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装备的改善，你有什么深刻的一个印象吗？当然了，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亲身的体会。我们在陆军官校，我是炮兵。炮兵是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科技一个军种，也是最花钱的兵种。军种对，除了空军之外，我记得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训练的时候啊，我们炮弹很缺。因为我们还是用一次大战的时候的炮。那么即使一次大战后来补充的新式稍微新一点的炮，所有的炮弹。但是我参加的时候我们已经打了6年，差不多5年的炮弹。这个时候我们军校所有的做训练的炮弹呢已经非常缺乏。我看过一个材料，当时说国民政府的陆军的新兵参军之后训练的时候只能打3发子弹就上战场了。就是的。可是我记得我当时参加的部队的时候，我接到命令是第一个，我们先到昆明。昆明成立了陆军，特别为了反攻成立陆军总部，美军就特别在昆明成立了很多军种的训练班。由印度各地方调来，在昆明刚海子，我想在大陆上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做中美炮兵训练学校，我就参加。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在陆军官校的2年多，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就说炮兵射击训练呢，顶多个几十发炮弹。可是到了昆明干海子的时候啊，我们每一次的演练呢，那美军的炮弹是无限制，都是几百发的给我们，这个中间的差数完全不一样。是让我们觉得受训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得到，我们的将来的所能够接受到美国的军援，请注意，那个时候美国不是军售，是军援，对，无偿的，无偿的，所以因此对我们来讲，我们打起仗来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打，在反攻的时候能够打胜了日本人，就是我们除了有精良的武器。我们还有充足的弹药。我看过一些历史的一些资料啊，就是中国军队在这个一战之后，包括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陆军所用的武器啊，大部分是来自德国。那么1941年，当德国跟日本结盟之后，那么很多这个德国的武器就停止了，包括炮弹。那么所以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所使用的炮弹也就没有了。那么这就可能是唐将军你说的。库存已经很少了，训练时候已经很少了。但是，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组成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这个军售，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这个开辟这个驼峰航线，有大概有600多个美国飞行员，1000多架飞机在这个驼峰航线做出了牺牲。那么到现在，这个西藏的这个跟印度之间还有一条谷被命名为旅谷，就是这个山谷里面布满的铝片。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做出牺牲的飞机跟飞行员，为中国军队带来源源不绝的这个军事援助，才让我们可以得以反攻。那么其实唐将军你所参加的这个湘桂反攻，也就是因为当时中国陆军有30个师已经是全部美械装备，所以我们才有能力这个进入到这个1945年这个反攻的过程当中。那么唐将军你怎么看当时美国以及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对中国的资源以及中国所产生的在中国在这个联盟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呢？我首先要提一下淞沪战争。
为什么呢？淞沪战争就是我们77抗战开始的所决定的持久作战的淞沪战役是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嗯，我们淞沪战役是主动的在上海把日本的军队，因为当年日本侵略我们是由卢沟桥开始的时候，他就宣布三月王华，嗯，要走卢沟桥，从北经过京平这个平津铁路，一直打到武汉，他要三个月内要亡掉我们中国，嗯，我们就特别选到在上海，主动的攻击上海，把整个的日本军队从上海中国的东面，嗯，一直引到整个的西面，整个的拖进我们中国的持久战争面，嗯，因此在中国的抗战的前几年，光是长沙就打了三次。淞沪战役为什么重要的原因，就是刚才你说为什么美国人愿意给支援我们中国作为反攻联盟的原因，就是因为上海的淞沪战役，他们知道中国是真正是可以打仗，真正可以联盟的。因为中国抗战的淞沪战役的打的时候，我们的持久战争呢，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而且当年我们中央政府的政策，由我们的最负责的是江苏，浙江的最丰富的地区的工业，就移到大后方。嗯，工业移后方不说，政治又在重新建立着抗战政府。嗯，更重要的，大家在座的人可能有知道，什么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嗯，我们华西联大，都是当年连教育的学校都是移的后方。张先生刚才问我，当时念书，那个时候中国不仅仅成立一些大学，还成立很多的后方的中学，所以教育的配合与当时的抗战的人才，后来的复员的人才，都是当初的这个苦难。淞沪抗战也让国民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然，国民政府唯一的这个一个军是德械装备的，几乎在淞沪抗战里面全部打光。整个牺牲。88师、80师、还有这个50师、80师、57师、这些都是当时国民政府响当当的王牌军，都在那里全部这个消耗殆尽，后来才有了这南京的失守。但是你注意到美国为什么重视我们，还有一个事情，因为美国知道中国是那个时候是四分五裂，嗯，但他没有想到中国忽然群起抗日，嗯，你注意到上海的部队打的部队，嗯，还有走四川很多人的川军出这个就出国抗战，对，出川抗战，嗯，所以因此在国际之间，尤其美国人觉得，哎呀，中国人并不是。他只要跟碰到国家的危亡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仍然会团结，有他的凝聚力，就是，所以这也是国际社会看到当时的国民政府能够团结各地的军阀，的确，包括团结当时跟中央政府对抗的中国共产党，那么一起形成一个全民的抗战，所以国际社会才会把中国纳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里面去。的确如此，因为现在看到一些很多历史材料，当时美国也非常担心国民政府，担心这个蒋介石跟汪精卫走同样条路，跟日本和谈，这也是日本当时非常希望能够跟中国和谈的，就是所谓的建立的大东亚这个共荣圈。共荣圈，对，那这样的话，那么日本很可能就会越过中国，从这个印度，从这个南亚一直到北非，跟这个德军会合，真是不得了。是，那所以这是中国把这个大量的日军，那么据说有200万，这个拖在中国大陆，对，让他没有办法能够配合另外一个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对这个欧洲对这个南亚的进攻，对，那么所以才让这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有最后胜利。那么所以中国在抗战阶段，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时期，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个中国。把中国的确纳入了这个反法西斯同盟，后来才有这个中国成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始创国之一等等，这样地位的提高。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以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也给中国给予大量的资源。那么过去我们讲这个纪念抗战或者纪念抗战胜利，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国共两党的这个在抗战当中的表现的地位啊，好像大家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支援，唐将军你怎么看这个？我必须要提到
蒋介石，就是我当年的校长蒋中正，嗯，他当时的坚持的很多这种状况，包括美国那个时候派来军援我们的 Stilwell 对他的压力，嗯，但是他仍然，我们中国要参加，联盟抗战，我们必须第一个最重要一个美国联盟。嗯，当时蒋介石是中印战区的司令，史迪威是参谋长。对，所以因此，中美的联合能够一直继续下去，中间虽然遭遇了很多阻碍，嗯，包括这个冲突，包括这些，甚至于中国内部的很多，尤其中一中，尤其内部最重要的汪精卫。跟日本和谈，跟日本的成立的伪政府，你想想我们所受的压力，但是还是能够坚持，给日本人抗战。这个时候，美国才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抗日、抗法西斯的决心。其实啊，这个无论是史迪威还是魏德迈，他们个人的这个风格不一样，跟蒋介石的合作的这个融洽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他们都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都还记得有一条公路叫史迪威公路，就是从这个印度到这个西南，这条公路也为我们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战略物资跟军事援助。那么你们当时看到美国给中国提供的援助，除了这个军事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方便的援助吗？我不瞒你说，你们的对我就说，当然我很抱歉，我讲你们年轻的人呢，嗯，我当年的念书的时候，我们对美国人感觉是世界上我认为是最好的朋友。嗯 ，Stilwell 我们了解他，他因为是一种是八国联军，这个时候美国派在我们的八国联军里面的留下的一个团步兵团，嗯，留在天津，嗯，这个团呢一直留了几十年之后 ，Marshall 跟 Stilwell 都是在这个团里，都在这里团出来，对，所以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并不是有什么，但是至少在他心理上啊，所经过这个我们中国的满清政府，嗯，他看见过中国政府最腐败的最坏的地方，所以他对中国政府的这个印象就有一点刻板印象，包括中国人，嗯，你知道吗？所以因此他的那个印象之中啊，他总是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啊，我想大家可能了解我想说的刻板印象，哎，但是呢，到了重要的阶段呢，他也知道是非了，嗯，所以因此刚才你讲的 Stilwell 这个公路。我们那个时候修好公路之后，当然刚才你所讲的，我们的当时的委员长蒋介石跟 Stilwell 中间的这种发生了很多之间的不愉快的事情，嗯，可是这个公路修好之后，蒋介石第一个任命这个公路的名字叫 Stilwell，就是蒋介石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就是为了这个应该说这个褒奖史迪威在中国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是以美国人为主，并不是以个人为主。对，那么所以其实啊，在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历史到今天都是这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利益也有大家不同的观点。对，那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美国政府对这个中国抗战所做出的这个巨大的支持。那么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抗战70、8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讲那场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那是一场艰苦的抗战，也是一场这个光荣的抗战。但是在这个抗战当中，美国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支援跟贡献。的确，的确，谭将军，今天非常感谢你。我最后啊，就希望今天这个东升能够做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节目，我就要这个我们台湾的年轻朋友、香港的年轻朋友们，请你们想想，如果不是我们中国由77发起的持久抗战，我们把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德国的这种希特勒这种法西斯这种结义，当年他们杀害了多少几百上千万的人，而且我们这中国人民与在香港的人民都是世界的四强之一不说，甚至是二强之一，否则是
他们的奴隶到今天为止，请各位想想看。所以因此我觉得东升的这个节目意义，就要请我们的年轻的朋友能够体会这一个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抗战呢，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难忘记的一些历史事实。那么以后我们还会经常讲起这个话题。那么我们也希望，无论是我们的前辈、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下代人，都能够记住这场艰苦的战争，也从这场艰苦战争里面看到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也看到国际社会合作的必要性。好，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我是张修杰，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本节目由 Homewood Furniture 鸿运家具赞助播出。